从心入下，就是读心，大的谋略，高智商的对决。查一查内心是怎样的人？通常是一个很阴气的，就是中性的感觉。他就是智谋，这种飒的感觉。这里调整身值，放松后坐，真真假假。只有我一个人是放松的。有点相互试探的那种。到时候我们心往一条路上使，哎，我觉得就好。千古文人侠客梦，希望笑傲江湖，惩恶扬善，把心中的理想点燃。我们一起踏踏实实，不浮躁，不敷衍，不将就。跟之前的武侠不一样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。这个题也好，来作者说话，超出大家的预期，我争取做到。祝我们项目顺顺利利，开开心心，大家安安全全，希望开工大吉，大吉大吉。班长，最后我会看着他。得有个抓妈妈，我在想我做着还行。相当于有点这样的音乐，把你的滑等一下，帮你找呗，找呗。哎，冷静一下。干嘛干嘛？把你的这个桌子拿到那边。这个，我先上了。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我想先问你，你会查到何等？凡有沾染，必负代价。你是破釜沉舟，背水一战，若成了，取而代之。上到入道啊，苏家大难临头，一直以为是什么意思？若我就是想说你，落子无悔。做了一个关于云香传的梦，一个动脑子的人游离在那么浓浓江湖气的一群人中间，然后慢慢认识到自己，认识到人，认识到感情，好像即使收工了以后这个梦也没有醒过来，一直在持续在这个梦里。像酒友一样，每天喝酒，每天喝酒，小姐，收工，谢谢袁谦，就这样杀青了，好快啊！能不能多加两场吗？恭喜加青！我是老姜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我们再补一个镜头。谢谢老爷，谢谢。恭喜恭喜恭喜！辛苦所有人，大你们辛苦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的辛苦，谢谢导演，谢谢导演。云香传大卖，大新快乐，父母的牛怪领导者，大新快乐，哎，恭喜小哥。